我都会有固定的 partner， 然后今天其实我是带着非常一颗紧张的心。其实我之前那时候在 FB 发了说，其实我很不希望大家来，因为我也很紧张。可是如果没有人来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成长，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介绍我自己，然后也让大家差一点去记住我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还是我的创作，这首歌叫做《末日来到》。其实这首歌很特别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听那个信乐团那个的一首歌啊，然后就突然间还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想要把它，就把它不小心就写了一段词，叫做《握不住的爱像是空气，看不到，摸不着，只知道没有它就活不了》。你的爱就像毒药，不能依赖，我忘记了，我要唱我才记得，不好意思，就类似这样子的，像这几句这两句词，然后我就把它延伸成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叫《末日来到》。其实今天有很多创作，我自己都还没有，就是自己这样上来唱过这样子。
我的心在宣告末日来到，满布创意的街道，只剩下凄凉的哀悼。你的爱就像毒药，让他们解药，只能一蹶不能一跳。那乌鸦低空飞行，我奋力十足的嘲笑，分享着你骄傲。那乌鸦你就别来闹。我只剩下得不到的微笑，谢谢。有好听的歌吗？好听的歌。谢谢。这首歌还是我的创作。这首歌是叫做《最后发现》，那个醉是酒醉的醉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喝太多酒，醉那个醉，喝适量就好。而且啊，对，年底可能临节目也多，大家要小心。然后这首歌《最后发现》是在写一个喝完酒之后，然后自己很伤心难过，就像台北。不管是台北，不管哪一件事啊，可能都会有那种检视大队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检视大队什么意思吧？那时候我有看那个苹果新闻，然后 YouTube 的，他说大家都喜欢检办事，就是有点醉，可是又有点清醒的那一种。然后有些是，好啦，这个有点那个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时候我哥就在写说，在最后。然后可能跟人家发生了一夜情，那是蛮有趣的歌。发生了一夜情，然后他很想去跟那个人说干脆在一起好了，因为他想负责。可是人家竟然有点，就是人家不甩他这样子。然后这首歌叫《最后发现》。天晚上我喝了一些酒，忘了说什么。一早起床我就躺在你的床，是捕捉了不一样的梦。我真的错说什么。一早起床我就躺在你的床，是捕捉了不一样的梦。就心天一亮，我抓一抓头，看了看手机，瞬间弹出了窗。哎，抓一抓头，打
到底在干嘛？我骂我自己，忘吧。Thank you。这首歌就是，也是写作，就是可能喝完酒之后就啊，我要跟他说，我应该要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负责任那种感觉。然后可是人家就是不想理你嘛，然后你又这样子，然后就跟他说抱歉啊。可是因为难过嘛，然后他又再传一次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天哪，我怎么又传简讯给他的那种感觉。OK， 来，这首歌是比较快乐一点的歌，可我的脚还在抖，我喝一下水好了，放点二 B 车。啊，水是温的，还好没有用冰块呢。然后这首歌是碧昂斯，我的女神。啊，一二三四。我怕我夹错了，哎，这个一夹错不是音太低就是太高了。但碧昂斯的 If I Were Boy， 那个英文我练很久了啦，我真的练很久，从大概算是去年的十月份我就开始有在练这首歌，可是有些英文可能发字没有那么的标准，就大家听听就好，就大部分都像啊，哎呀。然后这首歌叫做 If I Were a Boy， 如果我是男生。If I were a boy， Even just for a day， I'd be louder in the morning and turn my love
But you're just a boy. Thank you. 哇，第一次挑战英文歌呢，真的发现自己有点了不起了这样。啊，接下来之后。